那么接下来呢，是我们要画他的头发哈。那头发呢，基本上要长在他的头上哈，所以它的长度呢，大概要超过他的身体的宽度。那因为我们要为了要列印的方便，所以我们的头发一定要比身体宽哈，一定要超过身体的宽度。所以我们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们来画一个10公分长的头发。那画头发很简单哦，也是直接用立方体，然后呢，直接把你的长度10公分的话就是100 millimeter，所以我们就调成100。然后宽度呢，好，宽度因为发丝就是细的一根就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宽度呢，我们就会用喷头的宽度0.4，啊，0.4 millimeter。那最好不要跟喷头宽度不一样哈，因为如果你比喷头还细，那切片软体在判断的时候，它会不晓得到底要不要把这一条给印出来。好，那如果你比喷头还宽，比如说你0.5，那它可能0.6，它可能会要印2次。那这么细的线上面。如果你的喷头要来回的印2次，有可能会印出来会很丑哦，或者是那个头发会开叉等等哈，所以我们就尽量用你的喷头的宽度来作为它的头发的发丝的粗细。那高度呢？哈，高度也是一样哈，高度就会跟我们那个层高的精细度，就是你 3D 列印的精细度有关系。我们通常在列印的时候，一般列印会用0.2 millimeter 的高度，所以我们这边直接就把它设成0.2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条头发的大小，好，一条头发的大小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很多条，我先把模案挪到旁边去哈。好，那你要做很多条头发。好，那我们不会每次都这样一直的画，所以我们这时候会利用一个复制的技巧。好，那这个复制的技巧呢比较特殊一点，它还会，我们等一下做的做法是这样子哈，我们先复制一条，然后就稍微旋转一个方向，然后呢就利用这个复制带复制动作的这个技巧。就一直复制，所以下一根它出来的时候，就会再转一个方向，再多一条，再转一个方向，再多一条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，这是第一层，第一层，那所以第二层呢，我们就会把第一层呢往上移一点点的位置，然后再转一个方向，然后再同样的方法去做复制。好，所以各位看着我们的操作哈。接下来我们要复制这一个发丝哈，好，所以请你选到你的这一根头发，然后按一下 Ctrl D，按了 Ctrl D 之后，它会多一根头发，所以接下来的步骤我们是把这个头发旋转一个方向，好，旋转一个方向，好，所以我选这一边这个方向做一个22.5度的旋转，好，转了之后呢？就结束动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动，做了 Ctrl D 之后，就把头发旋转了一个方向。好，所以这时候电脑知道说你的 Ctrl D 做了这件事，所以这时候请你再按一下 Ctrl D，哎，同样的做法它就会再做一次。好，再按一次 Ctrl D，Ctr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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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第一层的头发。就会做好了，好，第一层的头发就做好了。那第二层呢？我们是直接用第一层来复制，所以我们把这第一层的所有的头发选起来，直接先群组。好，群组好之后，这里变成一个同一个物件，所以这时候我们有了第一层的发片哈。那同样的道理，第二层怎么做呢？好，我们一样把它。把这一层选起来，那选起来之后呢，请你按一下 Ctrl D，按了 Ctrl D 之后，它已经多产生了一层的发片，
所以我们这时候把它往上提一格，提了一格之后呢，我们再做一下旋转，好，把它转到刚刚那个角度的中间，好，好，所以我们总共做两个动作，一个是复制完之后，一个是往上提，一个是再转一个角度。好，所以 Ctrl D 这个功能它会记住我们刚刚连续做的两个动作，所以这时候我再继续按 Ctrl D， 它就伸出下一层的法片，再按一次 Ctrl D， 下一层的法片。好，所以你就按个按个这个五六次，它就会多了好几层的头发，好，多了好几层的头发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把头发的部分给做好。那做好了之后呢，记得现在刚刚是一层一层的发片，现在我们要把它全部卷起来，一样做群组的动作。好，这样子你整顶的假发就做好了，整顶假发就做好了。做好整顶假发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把它跟模外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先把两个选起来，然后做一下对齐，上下对齐，左右对齐，好，对齐好之后，我们外面点一下，好，再单独选到你的头发的部分，然后把头发呢，把你的刚刚做好的头发把它用这个三角形往上提，好，提到上面之后稍微看一下哈，刚好在眼睛的上面，好，提，然后刚好可以遮到头顶哈，好，然后这时候再微调一下位置，因为头发从这个额头中间长出来，所以我们用上下左右把它移到头上的正中间，好，头上的正中间。好，那你要注意一下，因为你刚刚的发片是一片一片的，所以你要确认你最上面这一层的发片也是有碰到你的头顶，也是有碰到你的头顶。好，所以你要稍微检查一下，如果说你的头发没有碰到头顶，那你就要把它稍微往下压一点。好，你要确定，好，你要百分之百确定你的头发是有碰到头顶，好，不然它会悬空哦，会悬空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你的头发就差不多摆上去了哈。那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样的，基本上我们是画好了哈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做 3D 列印的时候啊，你的头发基本上这头发是悬空的，那悬空的 3D 列印在印你的模外的时候啊，身体从这里印上去，印上去，然后等到印到头发这边的时候呢，印表机拉过来，然后这一撮头发印好之后，它要拉回去印别的头发，一拉回去，这下面没有支撑，没有支撑点，所以它吐出去的那个 PLA 的塑胶线它就会垂下来，会掉下来，所以你的头发就会跟着整个垂下来，垂下来，那甚至呢会粘到别的地方，粘到等一下要这个要印的别的地方，所以有可能会印的一团乱，那当然也有可能它会因为自然垂下来变成卷发，好，那所以我们需要外面做一个罩子，让它呢有一个支撑，好，让它有一个支撑。那刚刚我们的头发呢是距离是10，距离是10公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为了让它可以方便列印，我们必须在外围做一个10公分的罩子，把它罩起来，好，把它罩起来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去拉一个圆柱，那这个圆柱的长宽呢就是10公分，100乘100，好，然后呢它的侧我们希望它外面是圆圆的，当然这个罩子可能是之后要拆掉的，好，所以我们把它拉到最圆的状态，
然后我们把罩子圆筒圆柱状升高，啊，升高一定要比你的头发高，啊，一定要比你的头发高，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头发的高度，头发高度现在是54加9.2，所以大概是63.2，所以你的头这个圆柱一定要比63.2高一点，啊，所以64 OK，好，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还要再做，因为要把它做中空啊，你不能把这个整个变成实心，所以我们同样的复制一个 Ctrl D，然后把它再稍微拉高一点。好，这时候拉的是第二个圆柱哦，那我们把第二个圆柱呢，把它缩小98乘98，好，98乘98，然后把它变成挖动物件。好，这时候你这边会有两个圆柱，一个是实心的，一个是挖洞的。好，我们把它对齐一下，好，就这两个圆柱就好。先把它对齐，上下对齐，左右对齐。所以外侧外侧会是实心的圆，然后内侧会被挖掉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它选起来，群组。它就会变成一个空心，然后它的这个宽度是1 millimeter 的圆筒状，哦，圆筒状，啊，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一个你的头发跟这个圆筒要把它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把头发跟圆筒选起来，哦，模块不要选到，只要头发跟圆筒就好，好，所以我们一样再对齐一次，单纯对齐模块的头发。跟圆筒，啊，头发跟圆筒就好。那模块如果靠近在旁边，请你把模块先挪开。好，这两个对齐之后，我们一样把它选起来，先群组结合。好，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。那合在一起之后，到时候列印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掉下来。好，这个头发的尾端就不会掉下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在最后再把它跟模块做对齐的动作，好，两个都选起来对齐，前后对齐，左右对齐，好，对齐好之后看一下有没有在模块的正中间的头上，头顶要在正中间，那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选到这个圆筒，再把它往上移哈，移到那个头发的中心点，刚好是头的正中间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对齐之后，原则上应该就没问题了。那我们可以，如果你不确认，你可以把圆筒状变成挖动物件，然后看一下你的模块有没有刚好在中间，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。再把它换回实体物件，把它选颜色变成实体物件。好，那这样你的带头发的模块就制作完成。所以我们最后呢，还是要把它全部选起来，然后做群组。好，那做好之后，来给它取一个名字，好，我们就把它取名叫模爱。好，然后就可以做绘出的动作。好，那绘出一样选所有物件 STL，那你的新的模爱呢？就下载回来到你的电脑上，好，待会我们就可以准备去做切片。